七少，七少，你回来了，衣柜里给你放着新做的衣服。七少，你没事吧？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七少要出门。七少，这些天来你每天都在熬夜，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。七少去哪了？你是不是还在想那个秦王妃？七少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女人而忘记自己的使命，我们身上可是背负了大忌的。大胆，你们竟敢如此无礼，想要烧骨先从我的身体上踏过去再说。没事吧？没事。